这怎么办呢？下心来想一想，我们要怎么削他呢？应该是要让其中一颗的砖块到，应该是这一颗啦，要这样过来这里，然后这样卡到之后上去，然后看来是要有两颗，然后这颗跟这一颗。我想应该就是最后去削啊，我怎么削到他了？对，那两颗应该是最后削，所以我们很明显的这一颗应该去削他，这一颗应该削他。然后我们这样子下来，这样就又有一颗削不到，这样。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要削到这颗，可是没办法啊，我连个平台都弄不出来。也许这样就可以削到它了。对，再来这一颗是削这一个的。这个去削它的话，它就可以接过去，所以我们就又多削到了一个，对吧？对啊，可是你这样削过去，它这样就变没路了，没了，又死掉了。所以不应该那样，应该。我觉得它没那么简单呢、欸，可是这个感觉难道要这样吗？那也有可能不是这颗啊。对，我们换个方式，这个就这样，然后那样的，对啊，那样卡住啦、啊，不是跟我上次一样吗？刚才上一颗也是这样下来的啊，然后我那颗是这颗，这颗是削这边啊。我就感觉不对啊，我先削削看这个，我觉得这两颗已经是这样削的嘛。那我把这颗，这颗应该是这样啊。走，然后这颗这样。哦。欸、我好蠢哦！哦，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了！哦，坑爹的东西！哇，好怀念的音乐啊！50CH 是吧？50TH， 那是这样的，应该是50ST 吧？难发现。搞这样才可以啊。
那这颗不用不到了吗？不会吧，那颗应该还是有用处啊，该不会我 miss 掉了？所以应该也只有这颗了，这颗要能够救我们吗？我不知道，看看哦。你如果要把那些冰砖弄过来的话，你要搞一个让它冰砖不会顶到墙壁，所以要这样。然后你如果需要消这个火的话，你至少需要两个砖头，所以你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根本不用，根本不用。我发现了，不用，这根本不用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那最后一颗怎么办？最后一颗火怎么办？看，哇，糟糕，最后一颗火好像消不到所以下面那颗还是有用处的啊。我知道了，要让其中一颗过来，然后到这边就下来，然后再这样推。差一点点而已啊，坐着。我的猜哦，所以那颗会用到吗？就这样。啊，不对，我错了，我忘记了。所以这两颗才是过来的，一是这一颗，二是这一颗，然后最后这一颗要这样子啊，这样子三颗可以用了。对啦，这样才对，这样才对。哦 ，I see， 这样就会完了，这样我就会了。看吧，石头很强的，你不要说石头是个蠢东西，石头是个厉害的。你们应该要向石头看齐。OK， 所以这样过来，往右推到底下来。他趴那个箭头的时候，如果有东西挡住的话，他就过不去，所以他会停一下。然后再硬把它推过去，所以他就会有。哦耶！我就快破了，我就快要破，看到那个久违的结局了。然后这音乐，魔王挂的音乐感觉蛮好听的，因为这是唯一游戏中不一样的音乐。意思就是说，这游戏只有九个音乐，八个音乐在循环，然后第50关变不同的音乐，只有这样。我发现，我破了。我破了，我破了 ，yes， 哇吼！这游戏的结局是怎样的呢？来看看吧。先把麦关掉好了。